好，他拜托你，你下当去找一个头路无？卖安尼一直耍手机啊啦！喂，董事长，哎，兄弟，有好康诶，你别来这，你帮我取货，客服你三万，这样好康哦。OK OK， 好。你变成车手后，收到上面的指令，就到捷运站的置物柜拿提款卡。你拿到提款卡后，就去 ATM 自动提款机开始提领现金。你提领现金后，恰巧被埋伏的警察逮捕。当车手，帮人洗钱，自己受罪。别让你的人生像轰出去的全垒打一样，再也回不来了。犯罪集团为了洗钱，会吸收利用大量的年轻人。你当车手，爽爽赚；你被抓，害全家。洗钱集团只会把你当垃圾踢走，继续找其他替死鬼。记得，看起右手，别当车手。